记者张聪秋彰化报道，为了回馈家乡，新北市彰化同乡会关怀彰化县弱势民众，捐助每户3000元，100户共计30万元。财团法人台北市红尘金环慈善基金会也捐款100万元给彰化县社会救助金专户，化小爱为大爱，让人间处处有温情。同乡会总会长洪松亭带领职员和干部共约80人，协同红尘金环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洪村山等人，今天在彰化县政府第二行政大楼拜会彰化县长魏明谷，双方互动融洽。魏明谷肯定一行人的善心义举，他说彰化县积极与同乡会建立伙伴关系，近年来县内建设成果斐然，适合投资及宜居，欢迎同乡返乡投资居住。总会长洪松亭表示，彰化是他的爸爸的出生地，从以前辛苦打拼到有些成就之后，人不忘以前辛苦所付出的代价，所以他的爸爸希望在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使点绵薄之力，也许日后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成就。董事长洪村山表示，这次与新北市彰化同乡会一起回乡寒冬送暖，倍感开心。过去他担任彰化同乡总会长时，每年都回到彰化举办寒冬送暖活动，即使卸任了，仍然很关心彰化的发展与建设。这回捐赠100万元给县府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弱势民众。